北京时间10月27日消息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连日来为《变形金刚4》拍摄的李冰冰备受影迷关注。近日，她身穿黑色性感西装戏服，不但与导演迈克尔贝亲密合影，还为其脱下巴拧脸，足见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。据悉，影片将在2014年6月27日全球公映。